农历八月十五，中秋节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节日。这一天，人们吃月饼、提灯笼来庆祝。暑假期间，我在马来西亚已经看到许多商店开始卖灯笼了。这几个月来，眉山的一些学生一直忙着制作自己的灯笼。中包括龙、凤凰、鲤鱼跃龙门、小笼包等展现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，还有胖丁和哈克龙两只可爱的宝可梦灯笼。这些灯笼于9月14日至9月22日在 Bridgewater Commons 购物中心展出，请点击二维码在线查看这些每部胜收的作品，为您最喜欢的灯笼投票。谢谢你们观看。